大家好，我是旭哥吴凯岸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巅峰极速。好，旭哥，今天这个最爽的转蛋开抽啦，200多抽，抽到爽。那总共入手了6台的金色神车啊，那总共呢车辆已经达到了28台啦，将近30台啦，即将迈向全图鉴啊。最欧的转蛋，最爽的转蛋，还有最多的礼包码以及隐藏版需要 iOS 各种隐藏版需要，都在这一攻略总整理啊，分享给他。这个6台 T0 金车太帅了！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旭哥抽完之后呢，哇，有这个28台神车啊，以完全无氪这样还蛮爽的，而且有6台金车了，那蛮多都是 T0 的神车，真的蛮爽的。分享给大家这个最爽的转蛋，完全无氪啊，抽到那么多台，这个算是无氪金玩家就是最高的算是爽度啊。分享给大家最新的攻略，全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总整理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上角的齿轮，齿轮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礼包兑换码，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我们就输入这个 MASTER， 然后777，接下来立即兑换，这显示兑换成功，拿到信件去领取。接下来我们输入这个。AHHINS， 接下来立即兑换，显示兑换成功，那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输入这个 RACING666， 接下来立即兑换，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接下来输入这个
WIN888，接下来立即兑换，一样显示兑换成功，我们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接下来输入这个 GOGORACING， 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一样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 RACING888， 按立即兑换，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到信件去领取。接下来我们输入这个 NEAL888， 按立即兑换，那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接下来输入这个 RKUI666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一样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接下来输入这个 LETSGO168， 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好，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接下来输入这个 DRIVER666， 按立即兑换，一样兑换成功，爽。TEAMRACE666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，那信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好，那接下来 RACING， 然后777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显示兑换成功，那我们到信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接下来 POST， 然后00POST00，接下来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你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接下来 GG1019 啊，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这个 NL888， 然后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 XIAOMA888，按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FAYE1019，按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奖这个信箱去领取奖励，奖励会发到信箱去，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下一组 GUI888，接下来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那接下来还有这个 BEBE888，那立即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我们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KINGO， 然后1019。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10000RACRS， 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那 iOS 玩家记得等一下看完后面还有讲这个 iOS 要怎么兑换 VIP， 然后777，VIP777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。它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输入这个 VIP， 然后888，接下来按立即兑换，它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到信件领取奖励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 GODTONE888，接下来立即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那一样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TSUKI666，TSUKI666，按立即兑换，显示兑换成功，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所以这边一共有将近20组的序号，那等一下还会讲这个 iOS 的礼包要怎么样兑换，还有隐藏版需要拿法。所以这边呢、啊，大家看一下礼包码这么多，你看，江旭哥之前领了差不多20组的隐藏版的序号。那这边全部领起来了，就可以领到非常多的钻石啊，资源都在这边。前面也领了一堆钻石。那 iOS 隐藏版的序号呢，还有这个预约奖励的隐藏版序号，都会在后面分享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完这个所有的攻略，还有这个像是绑定账号的隐藏版的序号，也都会在这边分享。好，那有很多 iOS 玩家说不能兑换礼包嘛，那这边呢？直接帮大家就是攻略啦，
首先我们到官方的 FB 粉专，在昨天的下午3:33的时候呢，官方的 FB 粉专就有提供如何查询预约的虚保序号。预约虚保序号就是我们隐藏版的序号，我们点进去这个官方网站，这个 www.racingmaster.game/tw 这边就有这个预约的奖励，那这边就可以查询到虚保的序号，所以每个玩家只要有预约都可以再拿到隐藏版的序号，顺便拿隐藏版序号在这边。接下来如何兑换虚保的序号呢？ iOS 玩家的话呢，在这边这个连结一样是这个官网的连结，然后后面再加上 GIFTGRAB 这样子连结在这边，你也可以就是在这个网页看到直接输入，或是说你到官方的 FB 粉专点进去也可以，连结都在这边。有两个连结，一个是官方网站连结，那一个是官方的虚宝码的兑换连结，然后就是输入你的角色 ID 这样礼包码就可以换了。那 Android 的就比较简单，这样旭哥前面换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连结在这边 www.racingmaster.game 然后/tw/gifTGRAB 这样连结在这边，所以大家不用再来问旭哥，一次帮你搞定了。